喂，什么？我现在马上叫人过去。喂，人找一找，我们到那边集合，走。Esta tarde p.m. when your heart's just like a drum beating louder with nowhere to guard it. When it all seems like it's wrong, sing along to Elton John and to that feeling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When the nights get colder and the rhythm's got you falling behind, just dream about that moment when you look yourself right in the eye. Did you say I want? 亲爱的六年三班，我是 Teacher Christine。首先恭喜大家要毕业喽，可爱的贝塔班，祝福你们前程似锦，美梦成真，加油 ！Happy graduation, Sanger clas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as my cutest and the naughtiest kids. Wish you all the best. I miss you and love you so much.
小朋友大家好，李真老师，老师想告诉你们呢，你们真的很棒，很多事情呢，只要你们愿意，你绝对可以做得到。老师祝福你们哦，毕业快乐 ！Hello， 亲爱的 Singer 班，恭喜你们今天毕业了，耶、yeah! ！那我们这三年真的有很多很美好、很精彩的回忆，毕业快乐，鹏程万里。Sanger class, I want you to reach for the stars.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eans you need to set a goal and do your best to reach that goal. Do what you need to do to get your goals. Reach for the stars. Get those goals. 祝大家接下来的人生旅途很好的享受，好好的去完成人生应该有的丰富。那以后也欢迎大家随时回来找我哈。祝大家一路顺风啊，拜拜。亲爱的603，好久不见了，恭喜你们要毕业了，希望你们对于正确的事、喜欢的事坚持到底，努力朝梦想前进，祝福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嗨，各位亲爱的603班同学大家好，我是莫老师。那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相处的这一年哈，这当中有很多欢乐。那未来等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回来看看老人家哈、哦。那预祝各位有个美好的未来以及毕业快乐哦，拜拜。嗨，亲爱的603，恭喜你们快要毕业了。不管你有没有考上你心目中的学校，希望你在你的国中生活都可以过得很好，在这里也送上最诚挚的祝福。那老师最近因为也快要生小孩，就没办法去看你们了，希望你们过得愉快哦，拜拜。Hello guys, this is Teacher Arnold. These are just a few words to say goodbye to you and hope you have the best in the future. Don't get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a negative way and try to influence those around you in a positive way. All right, have an awesome high school career. Bye! 孩子们，恭喜你们要毕业咯。跟你们在一起的这三年很开心。接下来要相信自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加油！明道普林斯顿少女小学603班的张一翔，运动会跑步的时候鞋子飞了，打篮球了。我是明道普林斯顿603班的赖伯福，最难忘的事应该是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光吧。应该是想要当一个篮球选手。我是明道普林斯顿小学603班张成杰，同学吧，医生。我是603班赖宇瑞，应该是朋友吧。我。比较好的大概三四个，没有想过这件事。603班叶俊巧，想不到，没有。603班九号的张汉生，考试中的时候，考完试就可以放手，没有。我是603班郭全忠，跟朋友相处的时光，足球员。明道普林斯顿少女小学张博书，跟同学一起的回忆，一起去汤姆龙玩，然后一起在外面的广场玩，想要当科学家。我是明道普林斯顿少女小学603班十一号简立轩，对这里没有留恋了。没有留恋？那有没有开心的时候在学校？没有，都很悲伤。没有，都没有。没有。那如果一定得做工作，你要选？我要当小白脸。你要当小白脸。我叫吴彦成，跟朋友玩了时光吧，就我长大可能就跟我同学创业吧。603班黄佑成，我们有去毕业大露营，然后到山上活动，做活动两天一夜，感觉有点太远了，所以还没想。603班的苏教学，毕业大露营1岁。陈浩行，我们去毕业大露营当一个老师。我是603班，我是实习号。应该是毕业大露营的时候，团队你和你朋友合作，你们可以玩很多闯关游戏啊。当个人，603班胡元凯，毕业大露营就是那个在空中的那个。没有。603班的林鼎月，跟同学一起在这6年来相处。我想要当科学家。603班陈玉桥，我最快乐的回忆是跟班上同学在操场玩，我们平常都玩鬼抓。我以后长大想做医生。我是林瑜杰，下课跟朋友玩。没有。62号王凯源。
跟同学一起毕业大陆营。我想要跟我爸爸一样当医生。六年三班田志行，我觉得非常快乐。印象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练舞的过程，然后那个感到快乐，然后大家一起拍出一个影片，这样子非常的有成就感。长大我应该想要当商人类的，因为呢，我觉得我还蛮会买卖东西的。六年三班刘宣成，我跟朋友玩鬼抓了，可以去打篮球。二十六号陈维栋，我最难忘的是跟同学一起去毕业旅行，一起玩，我们去开心农场，我们有套圈圈，然后又有闯关，然后我觉得萤火晚会最好玩。我长大想要当医生。六年三班的赵仁熙，可能应该是运动会的大队接力，因为我们那次比赛的第一名，然后那是六年以来第一次的。可能应该是医生吧。六年三班林子晴，毕业大陆营的时候半夜跟同学玩扑克牌。没有。那你个人有什么梦想？没有。有没有什么兴趣？没有。六年三班的29号张琴，应该是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下课出去画画。六年三班黄雨晴，毕业大陆营，医生。就我自己本身也不怕血，然后觉得蛮有趣的。六年三班陈玉鹏，跟同学相处的时间，一起玩游戏，鬼抓人，当个正常上班族。六年三班十二，毕业典礼，因为那是最后朋友分离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兽医。六年三班杨杰安，让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六年三班刘友荣，跟大家一起练习跳舞的时候，应该是运动员之类的，花式溜冰跟桌球。六年三班吴昕，毕业大陆营，因为那天晚上跟同学在那边抱在一起哭。模特儿。我最不舍的朋友，我觉得跟同学去班游很难忘。